练过吧？对呀、啊，练都挺开心。我觉得，这样训练我觉得也挺好的，就互相大家一块交流一下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性格特别好，他活不开了。我看你们聊得嘻嘻哈哈的。对，反正用仅会的单词，跟他也会说一些中文，然后反正能交流，有肢体语言我们。聊的最多的是什么？吃。刚刚一直在聊吃，我们跟他聊日本的吃，他跟我们聊中国的吃，对，互相交流一下吃。而且他居然喜欢喜羊羊。哦，这个我没想到，他们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。练得开心吗？挺开心的，今天训练就结束了。明天就要上场了吧，早点休息吧，因为就两天比赛嘛，其实赛程也还是很密集的。我觉得更多现在是多休息，完了把自己的武器准备好，明天准备登场了吧。嗨，除了准备好武器球拍，孙颖莎的房间里还多了一个陪她比赛的小伙伴。他第一次陪我打比赛就是他，记住了啊，他叫山丘。你给他起名字啊。包上有一个好可爱，这个比赛陪着，这晚上要陪着，可爱，比我还可爱了。Hope collection plate is never empty。啊，这也太简单了。就一个动画片，然后粉色脑袋，然后这歪了个一个那个四个字儿。动画片。啊，就挺火的一个女孩，挺喜欢的。熊大熊二。不，女孩。你不说挺简单的吗？哪个国家的动画片？中国。嗯。然后那个，是一个先上来是一个动物。嗯。是五花肉，对不对？五花肉是什么动物？猪。哎，这动画片可能不是中国的，对。这不是中国的吗？不是中国的，对。那是。但是不重要。对，那是哪？是哪？他现在已经说到关键了呢。猪。啊，小猪佩奇，对对对，还有，太整齐了，实在是，你算整齐的吧？对吗？对，好，非常整齐，确实挺欺骗你挺长时间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，哎，你看有好多绿巨人呢。对啊。这是很漂亮的，那是球迷送你的吗？嗯，还有，因为你爱绿巨人，美国队长，说我打球了就像，像变身以后没打球，像变身之前，反差比较大。行吧，让胖好好收拾吧。我看看我们的那个胖的那个，还可以收拾，非常整齐。啊、2000 years later， 请您说出马龙在平时喜欢收集什么？啊，那手机喜欢收集那什么钢铁侠。手办吧，应该叫那个东西叫。哦，对，文哥他说的对吗？啊，对。那你这个外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这不算外号吧？啊，不是，爱好，爱好，一年吧，一年了吧？就我俩有一次我俩去澳门以后开始。嗯。去，不是我俩去，集体去。妈呀！这熊为什么要给你熊啊？一开始我老穿这穿了一次这熊的衣服，完了就给我，就以为你喜欢熊呢。啊，所以为什么？所以你真的喜欢熊吗？其实人家送啥就喜欢啥呗。真说不挑。这挺好看的。完了，这是什么？一家人，然后有爸爸妈妈什么，我还特意看了一眼。其实原来真不知道是谁。